接着我们的镜头转回到了台湾，同样是要在岁末的时候寒冬送暖。位在新北市新庄的佛光山择善寺，除了发放物资，现场呢还备有义检以及义诊的服务，同时也展开了蔬食 A 计划联署，要号召大众一起吃素爱地球。义工欢喜发放物资，同时不忘宣导蔬食 A 计划，吃素救地球。佛光山新庄择善寺寒冬送暖，关怀社区需要的人。当义工的时候，真的是在放光，每一个人散发的出亲近的心、微笑，然后服务热忱，所以我们就在此时此刻的当身。成就我们的净土，成就我们自己。为长者修剪头发，来到寺院除了领取物资，现场还提供义检以及中医义诊服务，诊断完毕现场领药，给予独老们以及弱势家庭生活协助，欢喜度过岁末寒冬。经卫视新北市综合报道。